大家好，我是阿美。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台中，台中非常棒的一个地方叫做台中歌剧院。哇，超级棒的一个建筑。重点，7月7号该有7月8号呢，我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《搭错车》这一部音乐剧。最重要的是要来这边吸一下地气。听说不光在这边可以能够看音乐剧以外，我觉得这边的风景很美，还有里面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，等一下要去参观。准备好了吗？阿美要带大家来游台中歌剧院喽 ，Let's go！ 已不再熟悉人下的勇气。小金鱼跟橄榄油还有盐，就是越新鲜的东西，其实就这样子简单的料理，它就很好吃了。它还是蛤蜊的，哦，它蛤蜊上面它加了那个蒜，对，它特别料理的，嗯，大蒜，跟一般的蛤蜊比起来，很新鲜，很是感觉回到海龙宫的感觉。那我要立刻变回美人鱼哦。这一份是沙甸鱼，沙甸鱼，沙甸鱼。沙丁鱼的那个 size 尺寸明显比那个沙丁鱼的那个尺寸要 size 很大。哎呦，鲜，主要是真的很鲜。要再次回到海龙宫了吗？这次有看到蟹兵蟹将了吗？都已经跑出来了。什么东西跑出来？